惨，还有服务员啊！哦，惨，惨哈！哎，惨哈不就是陈赫吗？哦，搞事情这是啊！哎，我还觉得这个背景板太 low 了，就算是这张布吧，怎么着也给撸平了吧！<笑>我再也不想跟这种穷剧组合作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早餐吗？对啊。为了我们第一次一起吃早饭，干杯！先干一杯。听到这个词，我实在是有点不想把这个杯举起来。这个好娘啊，这个。干杯干杯。好，来试一下，这个是很有名的这种叫做肠粉。肠粉，讲一次。肠粉。怎么了？肠粉。因为原唱还。这怎么说？董凿，讲的特别好，来，这个什么？真假的？对了，真的吗？对了吗？随便，什么随便？你这个不点责任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说要吃正宗的广式早茶，真的得要去。嗯，那肯定啊，你去一趟吧。去一趟深圳怎么了？心都纯净了，行也至美了，还不赶紧让我们过去美食？还不如让跑个腿去。就是。好，谁说的好？谁？谁？我相信我们今天抽的一定是深圳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好，我们去心愿作战室，抽取我们的心愿品。好，要带上董凿啊。董凿啊，本节目由心纯净、心至美、耀约卓约、纯纯的怡宝水独家冠名播出。开，这么神奇吗？关，来不及了。好，让我们的宝宝按。你按得到吗？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瓶子打开。哇哦！哎，彩儿很聪明，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拿到这个瓶子的时候，他们会先解这个袋子。请现在回放都谁解了这个袋子。 第一次开嘛，哇，好长哦！是一封信，给你们写信，是因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帮我最爱的妈妈办一场特别的退休仪式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看一看 VCR？ 我们杨东发来的 VCR 呢？对，来看一下 VCR。 来了 ，Hello， 万事邦的社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深圳的善意。我的妈妈呢是刚刚退休的英语教师，她呢已经有30多年的工作教龄，发现她最近都不是很开心。作为女儿呢，看在眼里，心里也非常难受，因为我知道呢她是离不开她那些可爱的学生们，所以我希望呢你们可以帮助我给她办理一个呢难忘的退休仪式。 为他呢在讲台上的30多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谢谢大家了。